还当一去春色归，窗外是稻花红嘞，烈日怎么样，熟不熟啊？那一段太熟了，我们那么多年在一起，然后今天你们要到杭州去玩哦，啊，好想和你们一起去玩，可惜我就是没有回来，因为机票挺贵的，好像是要将近要3万美元吧，所以我没有回来，然后现在也不上班。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这里疫情蛮厉害的，然后政府呢就是说也有发钱，每个月都发钱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不上班，所以还没有上班，接下来有可能会好点，现在好点了，有可能要去上班。今天啊你们要去玩，我好像跟你们要一起玩哦，到时候你们拍点视频传给我，大家都介绍一下各自是谁哦，你们还认识我吧。然后我要问那个吴老师侬好，徐老师侬好吗，还有李老师，还有娇娇哥哥老师，那些年真的还小哦，现在想想真的很珍惜的，就是很开心啊，有的五音不追啦啦以来了那个的香肠真的疯了，就是没什么伴奏，我们这里一剧院过来有几个老师，但是大家像我要上班，他们也有事，就是说凑不拢，我这边玩是每个礼拜五会聚一下，大家一起去练练啊什么，然后网上的那个录音伴奏我们这边也不能下载，所以很奇怪了，就是都不行啊，所以好，今朝我们那白相的开心的，都吃的，那白相三天的吧，好啊，等你们的视频传给我，然后呢，家里我把那看一段搞笑视频，那看看叫，那个老师现在唱了哪能样子？那么老师，我想问你。学生怎么学你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今朝就讲到搿头，后头呢，我会得接一段我的舞剧。舞剧呢，也是阿拉文艺厂刚开始的辰光，起点就是舞剧，所以呢，我舞剧也没忘记它。弄一段舞剧拨㑚听听，啊，接了迭个搞笑视频的后头。好了，拜拜。我们还穿北斗啊，只叫一碗酒。我走啊，又走啊，你要我要钱多有啊。钱多有啊，水壶里不回头啊。就凭一身空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九成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哎呀，咿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！就凭一阵空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走啊，你有我要去多远啊？
恐怖我转就走啊。